这么晚才回来，一身的酒味儿，和哪个男的喝的呀？几个重要客户，必须得去。什么叫必须？你不去你会死吗？你还没毕业，以后就懂了。就你这样，我永远都懂不了。 现实的让我恶心。你能成熟点吗？我真的很累，我想休息了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你忘了对吧？我们分手吧。 太感谢您了，今晚我请客，您一定得去。不用感谢我，前几天我们总裁看了您的方案，直接就敲定合作了。那晚上咱们一块儿吃，你们必须都得来啊。佑总好，佑总，谢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。合作愉快。生日快乐！抖音。